Hello， 大家好啊！本期视频是更新模拟器之后的这个抑郁所类的一个视频啊。模拟器的使用教程我会放在评论区啊。这边玩下来基本都是保持30帧的啊。不能打开模拟器的同学可以看一下我网盘里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图片和一个环境库啊。
2人してどうしたの？